丢自己剪，你怎样？你还要再截另一对，像你刚刚一样，是不是？你上一次这样。哦，难怪。哇，花心。花心。真的，这么多人都还找不到适合你的啊！对啊，那这还回心转意啊？不要，你还回来找我，你知道吗？超乱的，把镜头丢掉，我很难过哎。那谁叫你的戒指送太烂呢？不够高级啊！那请2000改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再戒指，那是金币啊！不要再去买什么闪电结婚票券了，然后闪电离婚票券了。至少给个什么钻石啊、绿宝石。他为什么有人来我们家买工具啦？他非常的和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也不能做事啊，还有600秒了，对，快可以打他了，快可以打他了。等下打他之前，打电话给那个国王，打他电话。哇，赚好多钱啊！杰克，嘿，因为你在往中间是不是？你屁股那么翘，靠左一点，靠左一点。屁股怎么？不是不是，我说你靠左边，屁股也太翘了吧！哦，好好好，习惯按着啊，喜欢按着，对吧？喜欢按着，对吧？哦，我有点高，我有做一个小阶梯啦，不过是有点，可以直接先下去，时间快到了，好，25，哎，小心，有其他人，有有，他们在里面。可我还在伪造，他们已经有一个人在里面，两个人在里面喽。十秒，注意，打不开这儿啊！我来砍，我来砍他们，我砍他们，我砍他们，我砍他们。Go！ 开战！我被挡住，我被挡住，都是人的画面。我挖了三个，我挖了三个，我挖了三个。哇，你好强，你好强！哦，太神了！我三个，这个手速，我的画面全都是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砍不到他们？因为你砍死人，哦，好好好，砍死人会虚弱虚弱虚弱哦，那个夜市虚弱个夜市，好好好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失明吧失明吧失明失明，啊我死了，搞不定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拿死在下面有没有？我们好像这一场都挖不到钱的感觉，我们努力满了吗？超水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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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储物箱一阶，要升上去吗？可以啊，好，二阶。去放香香，有人盖那个吗？直升机还没。Jerry 来了，盖。好，我来看。哈基是不是特别认真啊？没声音。啊？哦，好。没有，我在挖矿放空。好。你累了吗？刚真的很心累啊。为什么要赌啊？他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要潜行过去就被劈了一下，什么都没了，就很难过。可惜这个赌了不。这场都可以潜行啊！你想怎样潜就怎样潜。好，哈基，我先让他们发光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我来，这个有一个、哦，没事，吃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干嘛间谍是不是？我不是国王啊。空降物资，物资箱，世界各地啊，去哪一个？怎么挖黄金几率好低哦？这样怎么？手榴弹，上一场那么挖那么顺。对啊，上一场你们怎么那么顺啊？上一场我们一二发大财啊，知道啊，我们刚刚也有在唱一二发大财啊，可是我们也没发大财啊。对啊，那就是国王的问题了。Jerry 脚底。没有，你看你们上一场一堆结婚，我们都没有，因为我们在等爱情。别讲了啊，没钱啊，还要结婚啊？你看啊，没经济能力一定要结婚。没钱结个屁。对啊。没钱结个屁啊，好写实啊，很写实。我的结婚系统特别讲究的写实，有钱都不想结婚了，还是没钱的。还有人在炸我们的帐篷哦！哎、欸，我的香香没了，有人在炸我们帐篷哦！炸的，对，好凶凶啊！他们是不是捡到枪了？真的，捡到炸弹了、啊，比枪还凶啊！快赚钱赚钱赚钱！我再补一个箱子了。有没有垫脚石？垫脚石都喷掉了，杰克脱光了。嗯，再不挖，我就要挖喽。这东西就直接挖走了，好吧？
哎、欸，父母都要手续费嘞，提醒你的手续费嘞。哎塞，我看到了，谢谢，我也有了，谢谢。啊，这好人有好报啊！要被自己的父母要等一下时机而已啊。他都没有显示哎，不晓得为什么，跟感情一样啊。你说父母里面都是不会显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不晓得1.14的 bug 还是谁。真假而已吗？这武器也不会，都是只有公开显示，只有公会显示名称。哇哇，他都显示名称，不显示父母，所以你不知道那个什么。对，可是保护可以跟那个防弹、防火、防烧、防炸全部附起来，一起附。哇，1.14的特性。哇，你可以有防弹少年团。我们干嘛高啊？防火团。不是，我是防弹少年团，那几种啊？消防队。不是哈基，我以为你也是啊。啊，我。对。你说只要找人一起对就可以了。我以为我们都是啊。好，是啊，是。请问那是什么？一个团体。观众都全部打问号。安安。打问号的关掉。商店有人哦，商店有人，我们的商店有人，小心点。啊，扎利亚！哎，手是扎利亚。啊，扎利亚！扎利亚，扎利亚怎么了？里面蛋。哎，他拿着书，还拿着附魔书，这是我的附魔书，任务书有，还有一本，还有一本，那我的啊，绿宝石我捡到，他挤你后面，10块钱，我操，哎，你又丢在地上干嘛？又是，嘿，这咋靠起挖的？人挖了，两个我拿走了，妈妈咋靠？杀人的费用，哦，红包还来，红包钱，3.5万，哇！哇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好爽哦！好说好说，哇！我还不带，我还不多带点红酒走，可恶！多吃几道菜再走。我把吃这样吃，我把菜带走，可恶！我要外带，我走。我让我们储物箱变大了，好不好？我让我们储物箱变大了。哇！老公都叫了起来。我要把饭后甜点带光光。哇，这个，我打的台卡是无法，没办法，他这个山珍海味啊，太好了啊，没有啦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生气了，有条件。有杀气，大家都包了这么多红包，我一定要持续下去啊！好屌哦！大山特战，哎，所以不能杀了他，他也不能自杀，对不对？他自杀就代表戒指喷掉，就离婚了。哇，对，要看到他的时候马上。你们要去杀他也是可以啦，我是不想杀他。看到他砍下去，刀会偏掉，有没有？啊，自动啊，转弯了，刀会转弯啊！怎么输他了？真是可惜。去砍他下一个结论的就是，对方的国王打架的哦，什么是什么满分？对面的国王打架哦，可恶，会打架哦，偷炸然后躲得很溜，反正就蛮厉害的这样子，是会很会弄，面溜，我们来的哦，小狐狸在我们家底下，小心，我刚才打他家的电话给他，啊。新的，是的，哎，87哦，哎，哦，干嘛？不要钱，他不要钱，他 Q 掉，哎，他给你钱嘞，哇，他们叫老公，结果，按错了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哇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哇，小心，等下他说老公，我要去当兵了。老公，原来是老公啊！没关系，老公，至少有这些钱在，他想当兵啊，获得到他300块，150块钱可以。怎么可能按错啊？这个精力在那边啊，他是要存进去是不是啊？不要我，他搞不好钱就打发我。他搞不好是要把爱情的戒指存在箱子里之类的吧？
你说存在保险箱吗？对啊，然后就离婚了，不想离婚了。我为了钱跟他在一起，结果他就说这点臭钱你拿去就走了。哇哇，伤了别人的心呐、啊！果然不能为钱而结婚呐、啊，真爱什么都假的。哎、欸，那集不用补了啦，因为你这样补还是挖鹅卵石。也是。哦，下面好多黄金哦。因为你右后方，这样我就先去赌博啊。你说这个铁吗？给你钱，快点走。给你钱，快点走。那直升机那边有铺一条了，但是有人会上去，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他们有弓箭射进来，小心哦。哎，是。反正我现在都没有人要我啦，我就直接来赌博啦。好啊，借赌消愁啦。是哈哈哈，还没赌到我，你还要两次。哎，今天的运势很准啊，你会失败啊，有没有？我再来一次。哈哈哈，笑啊！我就是要赌，不要赌了啦。我就是要赌空，哎要干掉！爆炸的效果是变烂了、啊。哪一个？杰克盾牌爆炸，那个盾。你也觉得吗？脚底下直接爆炸，他只有23滴血，他没有全死。他们还偷我一箱枪。哇！结束。干掉！赶快爆啦！哎呀，你这么快？怎么这么快？现在下面看有没有要去，我不行。我搞剩39次。两百块哦。我冲啊！要去哪里啊？我 end up 底下挖钱。我跟着杰克努力三千了吗？是不是没有人下去啊？他们好像没有人过来。那你们赶快，这个很重要啊。200块最聪明。哈，阿季你发亮了。哎，挖完了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这次发亮还是卡了？我想要回去啊。快，慢慢叠货挖回去啊。是我。哦，学习中。嗨，哎，帮你叠。爆炸！好嗨哦，马力哦。嘿，呀，我开心。哇哦，这里鱼，怎么突然鱼？你这么开心，是不是准备要结婚啦？你又想跟谁？感觉你会请一个豪华的婚礼耶？怎么上一场我上一场我发光不会卡啊，这一场发光会卡？人比较多的关系吧，应该是。哦，绝命失效喽！今天的运势哦，谁可以让我挖个黄金？瞧不见了，这边升满，你搞什么升满了？哇，他们是不是在赌？他们是在赌，要赌啊！赌啊！然后鬼啊！赌！杰克这边，杰克这边，好，你挖，反正都没有人要我，我就赌。你又要赌了？奶奶没了，奶奶都是我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一百五，再赌，脑鬼，再一次脑鬼，再，没有了，不要了，三次，不要小看失婚人的力量啊！等一下，刚是。巧克力赌没错吧？是啊，我赌的啊。Also，我们这边会出现老鬼。啊，对面有赌啊，他们也在赌啊，他们也赌出了一只啊。他们赌说，是你赌出来了。啊，你上去钱够去放箱子吗？啊？那个啦，杰克。有小偷。有那个储物箱现在是最大的哦，所以尽量。不是拿那个帐篷啦。帐篷？什么帐篷？帐篷又被炸啦。哦，还没放。打架，有人在打架，有我听到。不要打架，要打冲着我来。这里，杰瑞后面。天，可以先挖。
因为他离一格，我想说给他好了。杰瑞，先帮你挖。来，一样下面。你挖，你挖，你挖就好。钱钱给你，我现在够了。可以去战斗了吗？战斗一下、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可以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我要出门了。你要去当兵了、哦？对。有时候当兵了，我知道没？要当兵了。哦，小狐狸别炸了，别炸帐篷。他很喜欢帐篷吧？我身上的垫脚石满了。我去放一些在那个啊香香。每次第一波都会扔一堆进去。凉的。哇，小狐狸还在家门口。我钱够了吧？一定是黄金不够多。要用输附到墙壁，好好难哦。嗯嗯。哎，那输附下去会有会显示吗？看得到？输看得到啊。OK。就你额外买东西。哎呦，他自己拿什么东东，你吓死人啊！嘿嘿嘿嘿，好可怕！自己人啊，拿出巨物是不是？冷静，狐狸，那鸡帮忙。好。上一场的仇，这场报。上一场的什么仇？What？你应该不会又要去蹦蹦蹦了吧？蹦蹦蹦！我一直都在啊，我第四波了吧？然后他们国王真的就是那个 TNT 威力应该是有减弱，或者是 1.14 关系。哦，好，第四波可能 1.14 啊。嗯嗯，狐狸怕伤害可能有，狐狸怕伤害没有。直升机一台，带走一台直升机喽！一波带走。一波吗？你说一波吗？嗯，我跟杰瑞同意。天作之合又来，我们的钱！打他们，还钱！打他们！就在屋顶，就在屋顶！打他们！狐狸吗？呀！哎！要让冷静，冷静！哦，你在那里哦？对，冷静！我在直升机里面。别别别！你冷静。我看着你，别紧张。快点把他们拆了，拆散他们！去死去死团！你们爱你们的，跟我们收钱干嘛？对啊，应该是收他们对的钱就好啦。对啊，收啊！拿着你们的臭钱滚！潮派！等一下，我们的路被抢了。我重建一下。什么婚宴？我根本就没有吃到、啊。炸前面那边，哪边？玻璃跟红石砖中间。耶，炸什么？有吗？有炸掉了吗 ？OK， 好，降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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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你叫我啊，用好的。我帮你看着，射不到。哎，射死啦！哎，离婚啦！离婚啦！你这什么东西啦？小天确实就是短啊。